上一讲谈到，秦国搞了一场称帝的大戏，秦朝襄王自居西帝，尊齐闵王为东帝。这样一来，秦齐两个大国表面看上去很像冷战时代的美国和苏联，但是战国时代有自己一套国际秩序逻辑。秦国并不是要跟齐国各霸一方，而是想联起手来夹击赵国。秦国派人出使齐国，一方面献上东帝这个尊号，一方面。 给出伐赵的提案，然侯魏冉亲自担任使节，可见秦国对这件事有多重视，拿出了多高的规格。虽然史料没有给出明确的记载，但秦闵王很可能对秦国的提案动了心。他不仅想要东帝这个头衔，也真的考虑过要不要联秦伐赵。秦国为什么忽然动心要打赵国呢？史料并没有给出明确的线索，我们只能大胆的推测一下。 秦国这几年把韩魏两国欺负惨了，人家刚刚割地求和，地盘啊给的不小，即便以秦国这种流氓国家，大概也不好意思刚收完礼就打人吧。楚国那边呢，秦国也已经占尽了便宜，刚刚还主动讲和，强配给楚顷襄王一个秦国女人，所以也不好这么快就跟楚国翻脸。齐国和燕国呢，山长水远，打起来太不划算。 掰着手指头一算，还能去打的也就只剩下赵国了。再看赵国那边，李队靠沙丘之变上台专权，在赵国的政治根基并不牢固。而想要巩固自己的地位，最好的办法莫过于给赵国选一个敌人，竖一个靶子。敌人很好选，因为在赵武灵王的人生清单里还剩一个项目没有完成，那就是打败秦国。那么，在李队而言， 继承赵武灵王的遗志，完成他老人家未竟的事业，这种事情是很容易形成号召力的。但李兑大概有点自知之明，知道自己不比赵武灵王，大概率上不是秦国的对手，所以很有必要高举合纵大旗，联合山东六国一道抗秦。如果赵国能够掀起并且加入这一股抗秦洪流的话， 那么，国内反对派就有理由抛开嫌隙，跟自己一致对外。就算还有碍眼的人，自己也方便趁着紧张严峻的局势，拔掉眼中钉，在重要位置安插亲信。这就是政治斗争的经典套路，在人类历史上反复上演。那么，在正常情况下，李敦应该积极去跟齐国建交，尤其是抱孟尝君的大腿。 谁想到齐国发生了田甲结亡事件，孟尝君逃亡到魏国当总理去了。这个变化会让合纵关系产生很微妙的变化。这些年来，孟尝君一直都是合纵联盟的大当家，有资历、有威望。但他这个大当家的身份，在相当程度上是由齐国总理这个身份派生出来的，背后有齐国的国力作为依托。现在孟尝君跟齐国闹掰了。 虽然马上就任魏国总理，但魏国已经走了很多年的下坡路，所以即便是孟尝君，也很难借魏国的名义发起新一轮的合纵联盟。当然，合纵还是要搞，不然的话，孟尝君这位魏国新总理还能给魏国做什么贡献呢？站在孟尝君的角度，既然合纵必须搞，但魏国牵不起头，也不可能再去请齐国牵头，那么牵头诸侯的选项。 就只剩下赵国这一个了。赵国经过赵武灵王的多年经营，国力突飞猛进。这些年又跟秦国走得近，没挨过秦国的打。《战国策》有一段记载说，凤阳军李队跟魏国结盟，魏王想要封赏李队的儿子，有人劝阻说：“大王当初亲自渡过漳水到邯郸朝见赵王，拿葛薛殷。” 四成四座城邑的赋税年年给李队当私房钱，赵国可没有为您这么做过呀。您现在又想拿河阳、姑密两地的赋税供养李队的儿子吗？您不该这么做啊。这段记载里提到的魏王，应该就是当下执政的这位魏昭王。难道魏昭王做过这么低三下四的事情吗？这样讨好赵国和李队，到底是为什么呢？ 一九七三年，马王堆战国纵横家书的出土，在相当程度上揭晓了答案。在这批文件里，有苏秦对齐闵王的一番话。前半段花了好多篇幅来证明齐闵王英明神武，孟尝君浪得虚名。为什么说孟尝君很无能呢？因为他干啥啥不行。在苏秦列举的孟尝君的斑斑劣迹当中。 就提到了孟尝君还在齐国当总理的时候，就主张让齐国和韩魏一起封赏奉阳君李队，以此来拉拢赵国。但赵国呢，根本就不赏脸。苏秦还说，孟尝君亲自带着魏王和韩国总理程阳君去邯郸，低姿态朝拜李队，但人家还是不赏脸。这就表明，在孟尝君。 还在齐国总理的任上积极推进合纵事业的时候，就已经很用力地拉拢过赵国了。那时候的赵国，应该是在公子成死后不久，李队刚刚独揽大权的时候。现在局面变了，孟尝君最合理的做法，就不是拉拢李队和赵国，而是推举李队和赵国来当合纵联盟的掌门人了。 这个时间的国际形势，有能力牵头搞合纵的只有两个人，一个是齐闵王，一个是李兑。但是齐闵王对于合纵抗秦一直都没有太大的热情，心心念念的只想吃点身边的宋国。这种打算相当合理，因为秦国和齐国一东一西，中间隔着三晋，谁打谁都不容易，打赢了也捞不到多少好处。 巩固胜利果实的这个成本啊，却高得吓人。所以齐国牵头搞合纵，实际的好处并不是压制秦国，而是让自己在山东六国当中当大哥，掌握话语权。话语权就是软实力。不过这份软实力虽然可以变现，却不是随时随地都能变现的。算下来，并不比实实在在吞掉宋国更能够增强国力。 所以在《资治通鉴》的记载里，苏代劝齐闵王伐宋，应该很合齐闵王的心意。只不过这里所谓苏代，《战国策》的原始版本里是苏秦，赵丽被司马迁在《史记》里改成了苏代，又被司马光抄进了《资治通鉴》。齐闵王想要伐宋，苏秦也劝他伐宋，但换个角度来看，伐赵也许比伐宋更有价值。 因为赵国对齐国的威胁性最强，伐宋等于最大限度的赚足利润，伐赵等于最大限度的消除风险，到底哪个方案更划算呢？从《战国纵横家书》的记载来看，若干年后，苏秦极力怂恿齐闵王伐赵，陈说的理由就是秦国和楚国都太远了，其实威胁不到齐国，韩魏两国呢被秦国搞得焦头烂额，也威胁不到齐国。 真正能对齐国构成威胁的，其实只有赵国。苏秦表示愿意促成齐国和燕国的联合，这样一来，韩魏两国不敢不听话，那时候就不怕赵国不服了。苏秦这么讲，当然不是真为齐国好，而是给齐国挑事儿，好让燕昭王有机会对齐国报仇。苏秦虽然动机不纯，但这番分析还是有几分道理的。赵国至少比秦国。 更容易对齐国造成威胁，所以当魏冉出使齐国，提出齐秦联手夹击赵国的想法，齐闵王不免会有几分动心。那么，齐国到底做了怎样的决断呢？若干年后，赵国和齐国真的打起来了。《战国策》说赵国联合天下诸侯准备伐齐，《史记》说赵国联合秦国连番打击齐国。 也不知道哪个记载更可靠些，反正齐国吃不消了。于是苏秦写了一封长信，央求赵国罢兵。信里隶属齐国对赵国的种种好处。有一件事是这样的：曾经五国君主商量着联合伐赵，瓜分赵国，盟约郑重其事的刻在青铜礼器上面，大家在酒桌上就把方案商量定了。正要起兵的时候。 齐国呢，却心疼赵国，不惜背弃五国盟约，向西出兵，把秦国的军队压制住了，迫使秦王放弃了帝号，还把哪里哪里的土地还给了魏国，又把哪里哪里的土地还给了赵国。这段记载从秦王取消帝号这件事来看，可以判断事情就发生在周南王二十七年。这就意味着，秦闵王先是接受了魏冉的提案。 而且呢，又拉来了三个诸侯，准备五国一道灭了赵国，连分赃的方案都商量好了。但齐国很快就爽了约，还转而站在了赵国一边。事情是不是过于离奇了呢？我们下一讲再谈。